这趟大家好，各位大家好。然后那个，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相关的就是 KMOSH 相关的议题，主要是我们当前在思维斯莫西上面的一些思考。我们当前是在 kernel native 就使用 kernel native 的这种技术，然后在 sidecar list 层面上面去做了我们的一个开源项目，叫做 KMOSH。然后，那么下面开始，我开始，就是开始，然后正式开始我们的议题。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刘鑫，来自于那个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主要是从事那个内核 eBPF 这一块的相关研究，是 Linux kernel 的那个相关贡献者，然后也是 KMOSH 社区的 maintainer 之一。首先，昨天的会那个就是相关的议题，其实我的同事那个徐东虎也对 KMOSH 做过一些大体的介绍，然后介绍过我们 KMOSH 的相关框架以及我们之前做的一些相关工作。今天主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KMOSH 可能实现的一些相关的具体细节。那个首先第一个章节是我们的 KMOSH 的一个总览啊。KMOSH 的话，当前我们是其实是一个高性能的，主打的就是高性能的一个 Service Mesh 网格数据面，然后并且它是就是在高性能的同时有还有着那个对于内核资源消耗量比较低的一些相关的特点。KMOSH 当前在整体的一个流量编排，其实它是有两种模式的。首先，第一种是 kernel 原生的下沉 L7 的这种模式，然后我们称之为kernel native 模式。然后这种模式下的话，会把那个相关那个 service mesh 的7层的流量编排逻辑全部下沉到内核里面去做，然后与之就是类似的就是社区现有的模式的话，就是对应的 istio 的 envoy 的那种模式，然后 sidecar 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我们称之为那个双引擎模式，这种模式的话，其实我们是把 L7层的流量治理，然后单独形成一个组件，然后那个与 L4层的组件部署在不同的节点上，然后L4、L7是进行一个分开部署，然后 L7 拉远了，L7 与 Service 和 L4 不部署在一个节点内。L4 这一块的话，也是使用那个 eBPF 的相关技术下沉到内核里面去做。这样做的，首先 KMOSH 就是这样做会带来几个特别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高性能这一块。然后 L7 这一层模式，经过我们测试的话，与传统的 sidecar 模式的 envoy 进行对比，然后性能能达到 sidecar 的数倍。然后，L4层，然后双引擎模式的话，与那个 istio 的 ambient 模式的进行对比的话，然后它的性能可以达到，可以比 Ambient 增加25%到30%。其次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资源消耗量，因为当前相关的流量治理编排逻辑是下沉到内核里面去的，相比于原本的sidecar 模式，因为 sidecar 模式的话，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会为每一个 pod 然后生成一个半生容器，然后需要消耗额外的 CPU 与内存。这块其实在那个数据中心去部署的时候是一块相当大的消耗，然后用户其实对这一块并他感知不到，但是要为这一块的资源进行一个买单。然后而下沉到内核去做这个事情以后的话，所有的资源消耗量其实都在内核里面了，然后它不需要额外的 CPU 然后和内存去处理这些事情，相对来说的话资源量会降低，就是比那个 sidecar 的模式降低很多。第三个就是它的那个高可用性，然后因为我们这一块是属于一个 sidecar list 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其实那个如果就是可能出现一些单点故障的时候，之后 KMOSH 其实也是有一些那个机制来保持我的服务不去中断的。
还有它的一个后续还有一些安全性的独立性，因为我们那个 Kimochi 它是在 socket 链路层去进行一个那个安全的处理的，所以每一个 socket 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安全的个体，然后不会出现那个安全性之间的一些重叠。其次的话，刚才所说到的 Knative 模式和双引擎模式，这还是一个非常灵活部署的模式，因为我们用户其实在真正的自身业务环境里可以选择去将 L7 层完全下沉到内核以追求极致的性能，也可以选择L7 层拉远的这种模式，然后去寻找一个就是去寻找一个相对那个灵活的部署方式，然后可以去跟其他的就是适配就可以用户可以选择自己去适配自己的部署模式。其他的其实 Kimochi 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然后后续大家可以在 Kimochi 社区里面然后去看那个就是参考我们的发布的 Release Notes， 然后其他的一些那个新的特性。然后第二个章节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Kimochi L4 层和 L7 层这个 kernel 下层的这个基本的一些实现的原理。然后在原本的 East Sidecar 的模式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分析，整体的数据通路从 APPA 到 APPB 其实它是要经过多次数据的一个转发，首先从 APPA 转发到自己的 Sidecar 里面，再从自己的 Sidecar 到对端 Sidecar 里，然后再从对端的 Sidecar 到 APPB 里，然后这一个过程其实它涉及到很多的资源的消耗，然后包括内核上下文，然后协议站的一个切换消耗，然后那个就是内核上下文切换的一个消耗，包括内核网络协议站的一个消耗，还有 IP tables 一些规则转发的消耗，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规则处理的消耗。但实际上这一块我们就是经过我们的测试，然后实际流量编排的在里面的时间占比大概只占10%，而剩下的90%可能都是属于剩下90%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为了适配 Sidecar 这种架构而那个必须引入的一个消耗。所以这里我们就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之前的这个三跳的这么一个结构把它简化成一跳的结构，把相关的流量编排的逻辑下沉到内核里面去做。然后基于这个思想的话，我们认为如果可以实现将会在就是比 Sidecar 这种模式上面有一个巨大的性能提升。所以那个 Kimochi 之前最主要的一个Kimochi 其中的一个部署模式就是 kernel native L7 层的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的话是将之前我们看到的 Sidecar 里面的流量编排逻辑完全下沉到内核里面去做。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点，也就是内核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它的四层信息，就是用户在发出来的数据包里面的四层信息，而七层信息当前其实内核是不会对它去进行一个解密的。所以那个如何去解密这个七层信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因为用户首先在他的 service A 去访问 service B 的时候是去经历一个 connect 的时候就已经把连接给建立完成了，这个时候其实相当于service A 已经完成了对 service B 的一个后端的选择，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把他的实际的七层的那个业务信息发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引入了一个概念叫做伪建链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在这张图里的话就是对应 service A 的 connect 函数里，然后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在 L4 层做 pre-connect 的时候我们去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虚假的建链，实际并没有进行一个建链，而让 service A 的业务程序
觉得自己已经把链接建立完成，这个主要就是依赖于 eBPF 提供的 cGroup Connect 4的这么一个机制。然后我们使用eBPF Connect 4的这个钩子点，再加上 TCP URP 的那个框架，然后给 Connect 返回了一个虚假信息，让它以为自己已经建立完成。这样的话，那个 Service A 上面的 APP 就会把相关的业务七层数据通过 send message 发送出来。而在 send message 发送过程中，我们那个引入了第二个关键的概念点，就是延迟间链的这么一个概念，相当于是把间链从 connect 给延迟到了 send message。 因为 send message 里面是包含七层信息，我们足够拿到它的七层信息以后，去进行一个流量数据的编排，确定后端实际的 endpoint，然后确定完 endpoint 以后，在 send message 里面再去调 TCP connect 函数去完成一个建链。这样的场景的话，其实在第一次 send message 的时候会变慢，但是后续的 send message 我们会去判断它如果是已经做过编排的逻辑的话，就直接走就是原本的它的 TCP send message 去正常的发送一个数据，后续的 send message 都不会受到影响。这个就是 KMASH L7 层的最主要的一个原理，然后我们在其中使用到了两种 eBPF 的钩子点，第一种是 cGroup Connect 4，第二种是 SockOps。 第二种 SockOps 是在我们 send message 里面新增了一个那个 hook 的钩子点，然后去进行一个 L7 层的数据流量编排。这张图其实代表的是我们 L7 层与 Sidecar 模式的，就是原本 InWord 的一个性能对比。可以看到，其实在线程数比较短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有那个有数倍的提升。只是这张图里面显示，由于那个纵坐标的这个原因，看得不是特别清楚。当它的线程数增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KMASH 它的性能接近于原生的那个。就是 K8S 的性能，然后比 Istio Sidecar 模式的性能要好上数倍。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Kernel Native 的 L7 层下沉的那种模式以外， KMASH 还支持一个就是双引擎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的话，然后 KMASH 会把那个会只去做它的 L4 层的，把 L4 层的相关的流量编排给下沉到那个 EBP 内核里面来。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也是使用到了 cGroup Connect 4这个钩子点，然后所有的 L4 层的编排逻辑是放在了 cGroup Connect 4的这个钩子点里面去实现。当 KMASH demo 就是在 L7 层和 L4 层就刚才两种模式下，其实它都是有一个作用，是把相关的那个配置流量编排的配置给下就是安装到 BPF map 里面去，供我们的下层模式去在 BPF map 里面取出相关的规则来进行一个流量编排。L4 层这层编排完以后，然后在就是 service A 这个就是 node 节点上面，然后APP 会把它的相关数据发送出去以后，然后它其实如果当前的这个 service B 上面配置有 waypoint 的话，那么 service A 就在这一层eBPF 去进行一个流量编排的时候，会把 service A 的流量路由到 waypoint 上面去。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是使用了一个 eBPF 的 send message 这么一个钩子点。 send message 这个钩子点的话，其实可以对 service A 上面的数据进行一些修改，然后携带一些额外的信息去用于 waypoint 的七层编排的逻辑。因为那个 waypoint 进行七层编排逻辑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些类似于原始的 IP 地址、原始的 port 的信息，这些都可以通过 send message 的一些处理，然后把这些信息给带过去。然后这里我们其实带过去的方式也是使用了一种那个 TRV 的格式，然后把 TRV 注入到当前数据包的那个开头，然后把整体的需要的信息以 TRV 的格式全部带到 waypoint 里面去。
这样的话 ，Waypoint 呢实际上就可以拿到全量的路由信息，然后再去完成七层的一个流量编排，找到最终 Service B 实际的后端 Endpoint。这张图的话，其实就是我们Kimchi L 四层的双引擎模式，然后与 Ambient 进行的一个性能对比。然后相对于 Ambient 来说的话 ，Kimchi 会比 Ambient 性能提升25%到30%左右。前面两个章节，前面一个章节，其实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Kimchi L 四层和 L 七层的流量的这么一个下层管理逻辑。针对于 Istio Ambient 的模式里面，就是 Sidecar Ambient， 其实它还有一个重启的这么一过程里面，然后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我们看一下 Ambient 它的一个具体的对于网络管控的这么一个能力的一个方式啊。Ambient 的话，它主要那个去进行流量转发的时候，是通过 Ambient 通过 Istio 提供了一个 CNR， 然后 CNR 的这个插件，然后它会去在相应的 workload 的 NS 里面去改写自己的 IP tables 规则，然后把相应的数据路由到Zetano 的 pod 上面去，然后为了能在就是客户的 APP 里面把这个数据路由过去，他还需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他自己会去创建一个那个 workload 的 proxy 的这么一个 socket， 然后并且把这个 socket 迁移到客户的那个 APP 的那个 namespace 里面去，然后这就造成一个问题，也就是如果 Zetano 进程在进行重启过程中，之前的 socket 它会出现一个失效的情况，这就会导致之前的连接会出现中断，并且在 Zetano 重启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它是不能去提供这个流量编排的这个能力的，然后这个也是 Zetano 在就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么 Kimchi 在这一块是如何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下面这个就是我们 Kimchi 自己的一些思考。因为 Kimchi 使用的是 eBPF 全下层，使用的是全下层内核的这么一套逻辑，依赖于 eBPF。然后 eBPF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机制是它的 pinner 的机制，然后就 eBPF 相关的程序和 map 可以以文件的方式固定在操作系统的一个文件路径上。然后固定的这个 eBPF 和 map 在固定的这个过程中仍然可以提供一个那个正常的服务，所以的话我们利用这个特性，然后就是那个开发了一个 Kimchi 重启不中断的这么一个功能。在正常的 Kimchi 启动流程里面呢，启动的流程里面呢，我们 Kimchi 会把 eBPF 程序以及相应的 map 给 pin 到就是固定的一个文件路径上，就是系统的 eBPF 文件路径上面去，然后在 Kimchi 就是触发 close 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 close 动作实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Kimchi 可能那个用户需要关闭 Kimchi 这个程序，另一种场景是用户可能需要重启 Kimchi 这个代理这个业务，然后在这个两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它在上层的那个表现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如果用户需要关闭 Kimchi 的话，那么他会去把当前的 demo set 就是进行一个删除。Kimchi 当前是以一个 demo set 的方式去进行部署的，每一个节点上面都会有一个 Kimchi 的那个实例。Kimchi 如果检测了当前在那个TBS 里面的资源里相关的 demo set 已经被删除了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用户的行为是需要去把我们的 Kimchi 关闭并且进行一个卸载，那么我们就 Kimchi 就会去正常的进行一个关闭的处理流程，去清理所有的 pinner 的 program 以及 map， 然后保证我们的服务就是正常的从用户的业务里面去进行卸载。然后第二种情况的话是我们搜索到
demo set 相关的信息并没有被用户清理掉，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可能是用户需要去重启 KMOSI 这么一种场景。那么的话，那么我们去进行正常去进行 close 的时候，则不会去进行一些 unpin program 以及 map 的这些操作，也就不会去清理我们相关的 eBPF 资源。这样的话，在下一次 restart 的时候，我们 KMOSI 启动就可以从 pinot 的eBPF program 以及 map 里面进行一个恢复，然后恢复完成以后再去更新相关的 map 里面的数据，保证我们 KMOSI 业务的一个正常。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由于 eBPF 程序然后其实实际还在内核上面进行一个运行，那么就是原本用户已经建立的连接不会出现中断，用户正在运行的业务它也可以正常的享受到之前的流量编排使能的这个效果。然后只是说，如果这在重启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配置发生了变化的话，由于 KMOSI 当前上层的 demo 程序正在进行重启，这个收到的数据不能及时响应，但是不影响用户已经就是之前已经就是完成了所有的业务。前面两张给大家介绍了，分别介绍了那个 KMOSI L 四层和 L 七层全卸载的原理和那个重启不停止不中断业务的这么一个就是实现的一些具体细节。最后一个主要是最后一个点主要是我们的KMOSI 实现了一个高性能的然后可观测性的一个功能。其实可观测性这一块在 Service Mesh 里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整体的业务的就是用户的业务可能是属于一个比较复杂的业务，其中从 Service A 访问到 Service B 的时候涉及到自己的用户自己的业务访问网络，然后涉及到 KMOSI 涉及到内核网络的一些处理，所以可观测性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如果哪一个环节出问题，用户的这个流量不通，它需要用户需要一些更为详细的那个数据去支撑，然后整体业务去快速的定界问题的这么。就是需要这么一个功能。那么 KMOSI 在可观测性这一块上又就是做了哪些事情呢？其实我们当前 KMOSI 可观测这一块也是依赖于全就是下层内核的 eBPF 程序来进行一些数据的采集，因为 KMOSI 当前所有的流量处理都是通过 eBPF 去进行一个流量编排的。那么 eBPF 其实在 socket 链路层级上面有天然的数据采集的一些优势。我们当前 KMOSI 里面去选用的主要就是 SocketOps 的一些钩子点，在这些钩子点里面去进行一个 Socket 链路层级的数据的采集。涉及到了几个主要的钩子点，首先第一个是 Pre-Connect 这么一个钩子点，这个会在 Socket Client 主动建联的时候，然后三次握手的第一次握手发起之前，然后采集相关的 socket 的数据。第二个钩子点是在那个 SocketOps 的 Active Establish 这么一个那个钩子点上，这个钩子点是在三次握手 client 这一侧已经收到了那个SYN ACK 的时候，然后触发，也就是代表的 client 这一层。它的 socket 已经进入了 establish 的状态，然后在这里采集一些socket 的相关信息。第三个钩子点是在 passive establish attachment 这个钩子点，这个钩子点是在 server 这一侧。server 这一侧当前的 TCP 如果完成建链状态变成 establish 的时候，会进入到这个钩子点，然后采集相关的 socket 的信息。最后的话，最后一个钩子点是在 close attachment 这个钩子点。这个钩子点的话，相对是 client 和 server 其实都会去进行触发，然后当 TCP 的状态变为 close 的时候，然后会去采集一些钩子点，会去采集一些 socket 的状态。那么，我们还
其次还有一个点是在这些钩子点里面如何去进行一个 socket 的数据的匹配，这个地方我们使用到了 eBPF 的 SK Storage， 然后从 SK Storage 取出来 socket 的相关信息，然后再通过这个socket 的相关信息去把这个所有采集出来的数据进行一个串联，所有串联出来的数据通过 eBPF 里面的 Ring Buffer 这么一个结构，通知到用户带的 KMOSH Demo，KMOSH Demo 去进行数据处理完成以后，会把这个数据然后再送到普罗米修斯上面去，那个送到那个监控平台上面去做进一步的处理。KMOSH 这一块的可观测性的话，使用这一套方案也会就也是有些优势。首先第一个优势点，它是一个一 to 一的，就是一 to 一的观测方式，而且是基于一个 eBPF 的。然后对这一块的修改，我们只需要去修改 eBPF 程序，而不需要去对内核原生内核去进行一些改造。第二块，这个因为它是一个随 socket 链路处理的模式来进行数据采集的，所以这一块它的 CPU 的消耗量是比较小的，经过我们实测的话，它对于 CPU 整体的消耗量大概是小于5%的。第三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比较 low level 层级的这么一个数据采集，然后采集的信息包括 socket 的一些处理的时长，包括它的 receive 的数据包，数据的 SKB 大小，然后长度，然后还有它发送的 SKB 的一些数据的长度，这些都是可以采集到的。然后每一条数据都是那个和 socket 绑定的，我们可以观测到每一个 socket 发送出去的数据，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前面主要带大家看了一下 KMOSH 具体主要的一些功能上面的实现点，后续的话，我们就是就在这一材料里面，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我们 KMOSH 的后续的一些那个功能的实现目标。在今年2403然后 V0.3 的版本上面，我们实现了 KMOSH 的 Helm 部署方式，支持双引擎模式，还有 Bypass MOSH 的这么一些功能。Bypass MOSH 这个功能当前在我们这个材料里其实没有说，然后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Bypass 的话，主要就是通过一键的方式，可以直接把我们 KMOSH 功能从整体集群里面移除。KMOSH 它的进程还在，但是把它的那个流量治理的功能，然后去除掉，然后方便用户去进行一个功能定位。2024年的6月的话，我们当前已经实现了一些观测性的那个改善，然后包括还有那个用户健全模式的支持，然后 IPv6 的支持，以及 DNS type 类型的 SVC 的支持。在后续的，就是今年整个2024年后续的一些工作里，然后我们可能会在9月份的时候支持一个熔断限流，熔断限流的功能，然后支持一个上游可扩展的功能，然后还有那个 MTS 零信任网络的功能。最终可能今年还需要再做一些多集群的支持，还有那个LB 的，就是认知一些感知的那个扩展的一些相关的能力。今天关于 KMOSH 的分享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 KMOSH 社区来，然后一起共建我们 KMOSH 社区，把 KMOSH 打造成一个更加通用的 sidecar list 的这么一个一个业界通用的那个 service mesh 网格服务吧。好，谢谢大家，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ambient 模式，或者说你们的 KMesh 其实有个 waypoint 嘛 ，waypoint 其实是把这个以前它是 sidecar， 它是跟 pod 在同一个pod 里面，那现在你把它给拉远了，其实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可能会跨节点，甚至说比如说我们在 AWS 上跑的时候，它可能会是这个。
就是说你的那个客户端它在这个 Zone A 是吧，然后你的 Waypoint 在 Zone B， 然后你的这个目标的服务端又在 Zone C， 它可能会直接跨两个区甚至跨三个跨三个区去运行。那我刚刚也看到你最后提到了一点，就是你们可能会支持一个locality 的一个 Wheel 是吧，你可能会去感知这个 Zone。 那现在的这个解决方案里面包括这个 Istio Ambient Mode 或者说你们的 Kinmesh 它有类似的解法吗？就是说能不能把这第一跳还是能够把它锁在同一个zone里面，就比如说利用它是不是能够支持这个Kubernetes 一些比较 native 的功能，就是说这个zone aware routing， 或者说它的最近1.31新出的那个 traffic distribution 的功能是吧？我就想这两个能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对，这个肯定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嘛，就是解决的一个目标。但是当前这个其实我们重点还没有投入到这一块的相关的功能还有方案设计上面去。然后可能 roadmap 今年12月份的时候是就是我们是希望然后能解决到这个问题了啊。意思就是说现在基于 KBS 的能力其实还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这个 traffic distribution 跟它其实是不兼容的，是这个意思吗？对对是。OK。看一下大家还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你好。什么限制吗？是有一些限制，因为首先第一种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嘛，就是用户就在内核里面，它其实在 connect 的阶段它只能感知到40%的一些信息，就在 send message 的阶段它才能去感知到70%的信息，所以这块是需要对内核去进行一些原生改造了。当前其实如果想使用 Kinmesh 的 L70 模式的话，是需要对内核进行一个定制修改，重新编译整体的一个内核，才能把这个能力给支持起来。那如果我就是编译了重新定制了，它是不是就可以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就可以直接用这种模式？对对，是的，是可以直接用了 L70 的模式的。 OK 行。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是，它是那个就是我们 Kinmesh 的那个双引擎模式和就是 Ambient 的 Zeternal 模式进行对比，然后和 Inward 的那个模式其实是没有那个进行对比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架构了您再说一下呢，我没太理解啊。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你们那个双栈模式跟那个你刚刚对比的那个就是 Istio， 就是叫那个词怎么读来着，就我印象中应该是在他那个模式就是相比于 sidecar 里面去把 invoy 嵌到 sidecar 里面，变成了把它放到了 node 上去部署嘛，就是整个 node 共享一个就 invoy 是吧，就跟那种模式的性能对比，就是它这个性能的优势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因为首先一点就是像我们在公司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四层那一部分它其实本身也是没有用 IPTable， 它也是用的是 eBPF， 然后直接就绕过了很多的站，然后这一部分其实两者看上去好像差不多，那也就是这个性能的优势来自于你 waypoint 的实现比 invoy 更好吗？还是这个性能差异是来自于什么地方？首先那个 Ambient 模式和 Invoy 这两种模式没有进行，就是我们这边没有进行过一个横向的对比，但是 Ambient 的模式它主要是去处理 L40 的一些信息，把 L70 其实拉远到就是别的 Node 上面去处理，它本身 L70 的那个 Waypoint， 然后原本其实社区也是基于那个 Invoy 去进行一个开发的，所以那个 Ambient 模式它实际上其实也是解决一个非常灵活部署的这么一个模式，就是一种方式吧。然后但是它的性能这块可能我现在不能直接回答你，因为我确实没有去做过测试 Ambient 和 Invoy 之间性能上面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差距啊。
OK， 行，谢谢。哎，好了，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对于我们之前就是现在已经在用的这些E4J Sidecar的模式，对吧，那我如果想转到 Kmesh 上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有多大的 FAT 去做这些事情呢？就是迁移的代价，对吧？对对。迁移代价的话，其实这一块如果能把内核原生支持起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不确定你们的那个网络部署形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比方说你的向往的环境是需要支持一个流量不间断的这么一个切换的话，其实这个代价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如果你向往本身它支持一些就是类似于灰度这种，然后可以把流量迁移到其他机器集群上面去的话，那么其实可以直接把 Sidecar 模式替换成 Kmesh 的这种方式，然后可以那个本身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应该也可以兼容到你的那个流量不中断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迁移的话，这个 Kmesh 当前其实对于资源消耗量的这一块是比 InWall 这个消耗是远远要小的，所以能跑 InWall 这种模式的机器上肯定跑 Kmesh 是没有问题的。对于E4J原生就是原来的那些 virtual service 啊、gateway 这些东西，你需要有这个 chart level 的 change 吗？还是没有太听清楚啊。就是对于原先的E4J的那些，比如说我们的就是 service 本身呢，通过 virtual service gateway 这种去声明的E4J的一些 resource 嘛，对吧？对于这部分的话，会需要有这部分 chart level 的这种 change 吗？还是需要？这些的话可能 Kmesh 支持的当前已经支持了类似于 DNS 的那种 type， 然后 gateway 的也支持了，但这个顺序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可能没有遇到过，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在社区里面就是提一下相关的问题，我们再仔细调研一下，看看它这个其中的一些的关系的问题。哎，你好。可以啊，因为 Kmesh 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数据平面，上层对接的是 XDS 的协议，E4J下发的也是 XDS 协议嘛，只要是用的 XDS 的标准协议的话，其实都可以与 Kmesh 进行一个对接。对，目前还没有，因为当前的话 Kmesh 其实跟 Zetano 是属于两种互斥的部署方式，然后你用了 Kmesh 的时候其实 Zetano 默认它是不生效的，然后用了 Zetano Kmesh 也是不生效的。好，我今天演讲先到这里，感谢大家。